你又要想什么法子来害我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的身份已经今时不同往日了，还能高过我这个羽皇？那可不一定。回头等我嫁给廷君哥哥，那就是人族的太子妃，以后是要当皇后的。痴心妄想。我没有，我听见女皇陛下跟廷君哥哥说要册封我当太子妃。真的？嗯，当然了。那我更要好好庆祝一番了。 会真心祝福我们吗？我庆祝的是白廷君找了你这么个闯祸精，以后肯定是气数将尽。你懒得理你，我找廷君哥哥去。回来。你干什么呢？星辰阁汇聚天地之灵气，得诸神的庇佑，将酒埋在此间草木之下，经过数年酝酿。 仙桃花叶，西荒教的东海元江，这一带汇集了兰州大地至难至北的精华，真是人间极品呐！哇，你可真会享受啊！谁说这酒是我的了？那是谁的？当然是古玄师傅的了。仙古玄这个老顽童酒色财气来者不拒，五年前偷偷把酒埋在这儿，竟然被我看见了，酒就是我的了。哼，我就知道你哪有那么好心请我喝酒啊！竟然偷师傅的酒喝，我要揭发你！慢着，你怎么揭发我啊？ 你刚刚喝的那一口是我拿刀架在你脖子上的吗？我就问你这酒好不好喝。既然好喝，那又何必拘束呢？祝你跟白廷君百年好合。其实啊。 发现你这个人也没那么讨厌，是吗？嗯。玉飞师傅给我疗伤的时候跟我说了，说你打我那七鞭呀，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很辣，但实际上都是手下留情的，不然我怎么可能那么快就好呀？哎，还有玉环针，你看他。 虽然说是被逐出师门了吧，可是星辰阁不善机关术啊，所以说出去呢，反而对他来说是一个新天地。还有就是我和廷君哥哥，我和廷君哥哥能有今日，反而要多谢你呢。嗯，你觉得我不讨厌了，我倒觉得你讨厌至极。 喂，我又哪招惹到你了？你不是说我是恶魔人渣吗？恶魔就是这样，别人高兴了，我就不高兴。嗯，为什么我的心跳得好快，头都要裂开了？你是不是给我的酒下毒了呀？你这么能编，怎么不写书去？这酒后劲极大，谁让你直奔牛影啊？ 这不是人逢喜事吗？给我，不准喝！给我，你不让你喝了，给我。其实啊，我都知道，这个吃天宫草呢，它根本就不用。一芙灵。 一芙灵，春芽都。
臭丫头，你看雪下得多大。嗯，天轩哥哥。真是重死。等一等，请少主吩咐。我送你样东西吧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不是说星辰阁没有红豆吗？红豆寄相思，犹豫没有，只关乎人心。你难道还不明白吗？这颗手串，是我一颗一颗亲手串好，只能送给心爱之人。心爱。算什么呀？从小到大，我都只把你当我的亲生妹妹一样疼爱保护。如果有什么让你误会的话，我跟你说声对不起。可是女皇陛下已经册封我当太子妃了。你听到我跟母皇说话了？那你应该知道，我已经回绝她了。不是。是因为他吗？对不起。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自作多情了，是我该说对不起。世间诸苦难与人言，我宁可你误会我。你。少主，什么都不必说，这红豆手串永远都不会属于我。你伤了他，可你的心里却比他难过千百倍。易姑娘，女皇陛下有请。回禀女皇陛下，义父林黛到。见了陛下还不行礼？不必多礼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宣旨吧。是。天地怅然，阴阳调顺，万物之同也。自有义士女，小字福灵，温义公书，柔民育德，乃依我皇家之礼，册立为太子妃，与民更始。义福灵，还不磕头谢恩。女皇陛下的命令，庭君哥哥也不能违抗，但他心中既没有我，我又何必强求呢？与其让庭君哥哥因抗旨受罚，
倒不如。多谢女皇陛下一番好意，但恕易福林不能当这个太子妃。为什么？人人都知道，深宫寂寥，妃嫔争宠成风，我易福林不愿失去自由，所以我不嫁白庭君。你大胆！你还有没有把我这个女皇放在眼里？来人呐，在，把人带走，择日举行册封大典。女皇陛下，天下好女子千千万，我和庭君哥哥彼此无异，你又何必强人所难？没听见我说的话吗？是。你们住手！庭君，请母皇收回成命。庭君当日已说得非常清楚，易福林刁蛮任性，不知礼仪，实非庭君良配。婚姻大事，父母做主，岂容你多加妄言？两个一起带走。是。那就说孩儿大不敬了。走。住手！还不快走！不能让他走！放开我！让开！快走！紫药之术。怎么，你还想跟我动手？儿臣不敢。双城之广，天地之大，为何母后不肯放过灵儿？蠢货！爹，你怎么会来啊？答应我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再不要回来，远离双城。携佳人，一同游。爹，你真厉害！这星辰阁这么多密道，你都怎么知道的呀？因为这都是我设计的。啊！快走。这是最后一道机关，出去便是一马平川，再无任何危险。那我们赶紧走吧。好久不见，把面具摘下来。没有必要。你我仇深似海，但愿此生永不相见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何还要走这条密道？因我知道你不会带别人来这里，但凡你我对决，我便还有取胜的机会。看来你早就知道我会在这里等你。哼，世界上最了解彼此的，往往不是朋友，而是敌人。敌人，好一个敌人！灵儿，快走！
机关回来了，你知道这门永远打不开了。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呢，秦叔。这么多年，你一直没有离开过双城。感谢这张脸，让我们父女平安度过了18年。爹，快走！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。 我得去找人帮忙。主上，师妹，这一跤可摔得不轻啊！ 来，我扶你。谢谢。不好意思啊。你干嘛？不好意思啊。你知道那棵树为什么长得如此繁盛吗？因为它底下埋着一个3年前私自闯入封烟渡的人族弟子。 不过，你长得这么美，别生气嘛。你干什么？朱少，这送上门来的敌人，我的敌人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对付？是。 你怎么在这儿？不需要准备婚礼吗？我成不了婚了。为什么？是不是白庭君反应过来，不想要你这个闯祸精了？不是这样的。那就是你一早就在骗我。我说嘛，白雪什么眼光啊？怎么会平白无故的选你这样一个太子妃？你不会是从一开始就打算骗我的酒喝吧？ 别再说了，不行，我得再让你喝点，欠我的酒得吐出来。你放开我！伤心难过也别在我面前表现出来，我就是个恶魔人渣，你别想着我受。我当然知道，我死也不会死在你这里。行啊，那你给我说到做到，本皇没有时间跟你废话。你们四个，谁都不许理他，听好了没有？是，我们也绝不欺负他。 伊芙灵，你个蠢货白痴，给我滚出来！主上，怎么了？去给我找伊芙灵。主上，你刚才不是让我们不要搭理他吗？别废话，给我去！是。去